抓到了，安心亚东区找泊车叔叔。彩蛋，三元会悟出一张嘴。神新闻独家有片，天后洛西、安心亚超哥等包厢。安心亚的工作运气势如虹，才到香港为主演的电影《杀手不笨》出席香港影视节，人美又甜的他兴奋不已，还透露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国际影视展，又和宪哥一起主持选秀节目《我要当女一》，目前很是风光。安心亚兼侠之余爱唱歌，神新闻就直击安心亚和一女性友人在钱柜接住走回钱柜找泊车叔叔要包厢。原来安心亚很懂门道，知道有这招台北市住巷子内都知道的方法呀。但泊车叔叔非常有戏地说，这两天完全没有包厢，两人撸了半天只好不情愿地去柜台登记要包厢。神新闻赶快给他呼呼一下。